孩子熊，孩子熊，喂喂喂，我不可以死，我不可以死。啊，六六六。哎，兄弟，我是空无话，我是布莱恩。哎，布莱恩，今天玩什么？今天玩包地。玩包地啊？这个 map 要用到哪一个 roller 比较厉害一点了、啊？这个 map 因为它很多空旷的地方啊，所以我们觉得是远打的话呢，应该会比较好啊。要有优势是吗？对，没有错。那近打可能还没有靠近他就死了。这样子的话，我选 Penny 啦。OK， 没有问题，你等下记得放塔哦。啊，放塔、啊。嗯，可以，没问题。如果那种你去不到的地方，就由我的大招来搞定。啊，你的大招，所以你决定用这个啦，火箭啦。是的，没有错。你看他帅气的脸庞，就是他。嗯，好啦好啦，这样子我们就来试一下啦，好不好 ？OK， 好 okay, 我 ready 先 ，Go Go。对方的阵容，哇，对方好像全部进打了嘞。我们有 Black 零八带着啊，完全不怕我。是啊、哦，靠这个 Black 零八的，哇、哦，果然是有 Black 零八不同啊。这个躲在里面呢，不要管他了，反正他们一定要设直线的嘛，我们就把他这牛捏死啊，就这样，咚咚咚咚咚咚咚，哎呀，又跑出来，哎哎哎。看我身上一百，你看这牛想来哦，哎呦，我放个塔先啊，这下你们不玩。有没有问过我啊？又来啊，我放个那个，我放个那个，你 Black 零八跑出去啊？不用紧，我保护他了。拯救 Black 零八，很紧的嘞 ，Black 零八。哎呦，再见了，你看，那场根本就是一个，哎，哎呀，都是 Black 欺负人啊 ！Black 零八出去送死了。周末你是那边的，周末你是那边的，他射我。哎呦，还是给人上了。哎，等下，为什么你要来找我？给我一个理由。啊，左边，左边，左边，冲直线，爷。来放个塔先。你又冲，看你冲谁？哎呀，你躲在里面啦。被他暗冲了，看到。对，他冲过来了，然后就不见了。然后就不见了。爷，哎 ，Black 零八，保护。哎，这个。嗯，去我家的，来。哈哈，那是你要给他杀了。没关系，把他带下去。哎呀。孩子要拿掉我的塔做么嘞？不会再顽皮了吗？我再放一个不是好了啊！哎呀，哎，小心那个！哎呦，跑不出来，我还以为我可以六六六的出回来。六六六啊！哎哎哎，那个朋友又来了！哎，竟然来欺负我！射死他！哼哼。哇哇喂！死了，跑不出来，技术太烂了。喂，不要欺负我朋友啊你！哼，完了了他。喂喂喂 ，no！ 我朋友差点完了。哎呦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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！躲啊躲啊躲啊！叫你们两个躲，叫你们两个躲啊！叫你。十五秒。我们领先不是 ？Yeah。我们领先那当然是我们 Black 零八在这边呢。对啦，有 Black 零八就不怕了。喂，还要欺负我朋友？啊，欺负 Black 零八？哼、啊、，Black 零八万岁！好。你对面有个叫狂山。狂山？那还没有遇到狂布莱恩呢。狂布莱恩，我认识黑布莱恩那了哦。狂布莱恩了了，狂布莱恩。果然是狂啊！我把拿这里星星先。哎。完蛋了，哎，完蛋了喽、哎！牛，牛，牛来啊，牛！牛不要这样牛哦，你不要这样牛哦！啊，跑后面是哪次大战啊？牛，哎呀，哎呀，幸好我们还有 Noble， 嗯 ，Noble 哥，哎，哎，快点，哎，快点，哎，呀，行啊，头牛哦，休息一下。多牛给我炸了，嗯，炸死那牛！哎呀，差不死，还差一点。火火进来了，火火很狂哦！哦哦哦哦哦哦！我的家了牛！啊，这个还要该跟我玩了，哎呦！没有读书，没有读书，没有读书，牛来，我拿远距离打，啊，这样子你就赢不到了。哎呀，冲我妈！哎呦！既然想冲我，哪里可以这样子的？再杀掉一个先。
哎，我这里后面有 bug 哦，大概就是这个节奏了。bug， bug 要出来了，哎，射死了牛仙，你疯了 ，bug 出来 ，bug 来到已经没有朋友了。炮给你，棒！哎呦，这个炸弹，美美，完美的炸弹。哎，对方也放了塔，要小心一点。都要一直走位哦。如果是，好像不用走位啊，因为对方死完了。没有，如果你站原地的话，那个炮就射你哦。对，可是我们不怕。嚣张啊！重点在这边。防护莱恩啊！哼。不是名字叫爽而已的哎，真的狂哎！你看，你看他们不敢过来，真的狂哦！躲一下先，哎，反正剩下几秒钟，不狂了。哎，我要开始跑了，我残血了。哎，再见啦，朋友！再见啦，朋友！这个来我们又跑，我们又跑，再跑，哎，布莱恩狂，狂布莱恩，狂狂的走去对面，让他们一下。好了，不让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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啊！我们不能再让了。一个人家三十分，我都不好意思。哇呀，这一场有 sniper 哎！这真是拿什么武器不重要，拿什么武器不重要啊？技术最重要，技术最重要啊！你看他敢不敢来拿？你看他敢不敢来拿？他不敢，哎呀，射不到，都乌鸦。哎，你是想杀你啊？这时候让我来啊！看到吗？看到吗？想杀我朋友，想杀我朋友啊！谁还要来？会哦，会哦，六六六的宝贝，会哦！哇，他放熊进来啊！哇，这下不溜，这下我死了！我的兄弟，别，我们来一个跑位先。然后结果他们没有发现我已经放大了，哈！哦，厉害六、哎！那我出来的目的就是放大，嗯。慢来，慢慢玩。那只熊鬼鬼祟祟的躲在那边。哇哇哇！有看到布莱恩啊？布莱恩也不是开玩笑的。嗯，布莱恩也是厉害的哦。小青蛙，一开枪我就秒他。开枪啊！开枪啊！叫我！哎呦，一开枪我就秒他。开枪啊！开枪啊！叫我！哎呦！见鸟了，布莱恩是吗？嗯，没有了，布莱恩去休息啊。乌鸦，哎呀，聪明过头！哎呦，不小心杀了一个人了。喂喂，熊熊熊，没关系，小心 sniper。哦，结果是小不到心的。嗯，结果还是不见了你。在这里，乌鸦过来拆塔。乌鸦来过来，我塔在这里，过来我就给你惊喜喽！来，啊，我们就这样子领先了。不要出去啊！他不会秒掉你的。不要出去，喂，不要过去啊，我的朋友。对，等 sniper 进来再见。哎呦，结果是乌鸦。sniper 再见，我一定要杀你。喂，那只熊在后面追着你。哎呀，杀不死。问题。奶奶人头，要瞄你，没关系，我拿下的队友了。现在的目标就是拿下 sniper。我的杰西跑出去啊，不听话啊！哎呦，这只一路送，完美！害一只熊，害一只熊！喂喂喂，我不可以死，我不可以死！啊！六六六，赢两分，错不错？这一场有 sniper 又有射手，没关系啊，一个我，一个你啊，等于一个你啊，不是，是一个我就够了。哦，原来是一个你就够了。哎呦，哎呦，好痛啊，好痛！捡了，捡呐，射手进来了，一个牛牛，这个大哥很勇哦，头牛也是 sniper 了。哎呦，杀杀杀杀杀！那个他又想是那么容易的没？那么容易的没？出来啊！哎呦哎呦！有，幸好我有认识这个朋友。这个朋友还挡子弹。愿意为我挡子弹，哪里找？哎，大招大招！哎，又进来了。呀，
Sniper 在这里没有说话的话，他，还好有个仙人掌在那边。哎呦，就是败给了阿克仙。耶，那大哥在呀，在喊救命啊！喂喂喂，不要不要 ，no no no， 放个大招先，大招 support 你们呢、啊？哇，他开大招来清掉我的大招，可以这样的咯。 六六六，这个sniper杀到了我们的家，要走了，在努力的刷大招了。哎，那个射手竟然以为自己比我能打，哎呀，真是没有度数。<笑>什么鬼啊？打第一下 character 吗？真是，哎呦，我大招了，耶！啊，终需要给他射死，是这样的啦。 喂，sniper，哎呀，六六六，跑跑跑，再不跑就不溜了。那你要怎么关呀？没有中到，哎呦，他这样都打不中。不用紧，再见牛。哎呀，哎呦，哎呦 ，sniper 不要射到我，哎呀，你的 Elwin 跑走了，没帮你挡子弹。哎 ，Elwin 杀人了，帮你报仇了。下 sniper 来。 找个美角度眼光，哪里踩到我的右灯了？嗯，但是这个时候呢，射手在后面。不用紧，我还是可以杀掉他。嗯，牛牛牛，杀掉那射手先，牛就算了，不掉了。哎，哎，看到布莱恩啦，魔王降临一般。嗯，神布莱恩。 今天杀这样多人，够了吗？嗯，布莱恩，我们好像是够了的，但是我们的兄弟们好像还没有看过哦。还没有看过的兄弟们，他们应该怎样做呢？当然是订阅我们黑兄弟的频道啦。我们将会在每逢上传新的影片哦。好，那我们就下个影片再见咯，拜拜。拜拜。